你觉得他当我的老公怎么样？啊，他喜欢你们了。你问他。那你现在看到志伟真人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很好，比这个电视里还要好。还要好，那就是同意了，满意了，对不对？红包来了吗？真的有，准备了，真的很精彩哎。非常心疼大家活在泥石流身边这么久都没有被泥石流冲走。是不是卷进来了一个？卷进来一个。